之前啊，咱们讲那个决策树算法，是不是说首先呢，我要构造出来一棵树，然后啊，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我树的一个叶子节点上的一个结果啊，相当于是干什么干一件什么事儿，把模型构造出来了，那这个模型最终得到什么结果，我就认为这个数据它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吧。但是呢，咱们现在要来考虑的一个问题，就得给它延伸一些了。第一个想法，一个算法来说，是不是稍微有些单薄了？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，比如说之前？ 你是一棵树，现在让我给它变成十棵树，甚至一百棵树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是可以的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给大家讲的叫做一个 i n s y m b l e 的一个 learning，相当于是一个集成算法。集成算法啊，大家可能是头一次听过，头一次听这个东西。这个啊，它并不是机器算法的一种，相当于啊是把很多个机器算法给它就是拢在一块了。那这个东西实不实用呢？可以说啊是非常非常实用的。大家啊，如果说关注于一些竞赛的。 的话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样一个结果就是，普遍情况下，就是在一些竞赛题上或者是一些比赛挑战上，他想要的目的什么？想要的目的就是说，谁的准确率高，那肯定是谁的算法好。那这些准确率高的算法啊，普遍上来说都是这些集成算法。集成算法当中啊，就是关于集成的方法还有一些，咱们给大家分别来介绍、啊、三种不同的一个集成方法。 第一个呢，咱们先说啊，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肯定是说，让我们最终结果肯定是越好越好啦，单个的不行，咱们群殴、哦、就给他一起上。 来说第一个，第一个有一个啊，咱们来看名字吧。第一个叫做 backing，第二个叫 boosting，第三个叫 stacking，啊，相当于是几个名字。哎，听它这几个名字啊，看起来蛮高端的，就是名字起的都很好听。但是呢，做的一件事儿啊，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，集成算法啊，理解起来是非常容易的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吧，就是一个 backing 的思想。 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现在你训练一棵决策树，看起来这棵决策树它没有达到咱们的一个要求，怎么办呢？我训练一百个，训练一百个之后干什么？训练一百个之后，我去取它的一个平均。注意一点，训练多个分类器，并且去取平均。我们来看一下表达式，在表达式当中啊，我们看这块是什么？首先我是进行了一个累加吧，累加什么意思啊？ 各个算法都有各个，不是说各个算法，各个数模型，咱们就拿数来说吧。 这个数模型啊，都是有它的一个结果。那比如说十棵树，十棵树有十个结果。那你把这十个结果先都加在一起，加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看乘上了一个 m 分之一，相当于什么？去再去取它的一个平均。也就是说啊，现在我可以怎么办？现在既然说十个数，我要把它们结果都拿到手，那是不是说我并行的构造十个数就可以了？也就是说啊，在 b a g i n g 当中，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。 并行的进行一个训练，并且呢，把最终的结果进行一个平均化，这个就是我 b a g i n g 最基本的一个思想。咱们先来看我的一个 b a g i n g 模型，全称是什么？全称啊，就这样一个全称啊。这个东西我怕我读，怕我读读音不准啊，到时候大家自己去发音一下吧。然后说白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并行的去训练我的一堆的分类器。注意点是并行的进行一个训练。那它的一个代表有什么？ 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随机森林了，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决策树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。那决策树再稍微升级一下，那不就是这个随机森林了吗？咱们来看一下吧，右边就是我画的一个，不是我画的，找这样一个随机森林的一个图啊，咱们来看。 所以森林里边有什么？首先我观察到的三个东西有 tree 一、有 tree 二，还有 tree n。也就是说，在我整个森林当中啊，森林是由什么组成的？森林必然是由树来组成的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整个庞大森林当中有很多个基础的决策树算法，我们分别叫做一个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不同人叫好不一样，很多人都管它叫做一个弱分类器。但是其实啊，这个弱分类器。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，弱分类器给人感觉就是它是不是不好啊？但其实上并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咱们还是把它叫做一个基础的分类器，或者说叫做一个基础模型，叫弱分类器啊，总感觉是怪怪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这是第一个基础模型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一直到第 n 个。每个模型都有什么？每个模型都有各自的一个结果吧。有 class A，你看，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分类、啊，分类就是我做一个二分类，最终结果只可能有 A 类别和 B 类别。 然后呢，吹衣里边，我是一个分成了 A 类别，然后还有一个 B 类别，还有一个这也是 B 类别。也就是说啊，现在我构造出来了 n 个数，每个数啊可能得到的结果还都是不一样的。那最终现在我想得到一个，你最终是什么结果啊？你不能说有不一样的就完事儿了，你给我个最终结果吧。 最终结果在就在这个随机森林当中啊，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求众数。比如说你现在是分类一个分类任务，那比如说现在一百个数当中，九十个数认为它属于 A 类别，十个数认为它属于 B 类别。 那我一看九十比较多吧，是不是说最终结果它就是取最多的，它就是一个 A 类别。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回归任务呢，你想预测一个人的考试成绩，那我们可以把这100个数预测出来成绩，取一个平均吧。比如说第一个93，第二96，94，都加在一块除上100，这是不是也完事儿了？也就是说啊，现在我的一个随机森林，我可以并行的去构造出来一些数。你看这是怎么构造的？ 这是第一棵树，这是第二棵树。你说构造第一棵树和构造第二棵树，它之间有什么相互的影响吗？以一会对以二产生影响吗？以二会对以三产生影响吗？好像来说没什么影响吧，自己训练自己的就完事儿了。他们之间啊是不会产生一个影响的。所以说啊，我说这个 BAG 模型，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可以进行一个并行的训练，并行的训练什么？并行训练一堆吧，一堆指的就是我这一堆树。 那我们来看，现在随机森林当中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一个森林。哎，这个很好解释吧？一堆树放过来，不就一个森林了吗？那随机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咱们先想这样一个事儿啊，就是你这个数据来了，你这个数据来了，按照你当前设置的这些参数，你构造了一个数 A，比如说这是一个数 A，然后呢？ 呃，写个 A 吧。然后呢，你按照同样的参数、同样的数据来了，又构造出来了一棵树叫 tree B。那你说这个树 A 和树 B，它俩是不是一样的？你可以想，就是入的数据都是一样的，参数都是一样的，所用的特征也都是一样的。 那你的数 a 和数 b 必然是一模一样的吧？必然是一模一样。那数 a 说它属于 a，它属于一类别，数 b 必然也说它属于了一类别吧？或者说，吹数 a 预测了一个1.6分，吹 b 必然也预测一个1.6分吧？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的输入是一样的，参数就是参数也是一样的，选择的特征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时候得到结果必然是一样的吧？ 那得到一样的结果对咱们来说有用吗？那是完全没用的吧。得到一样的一百个一、e、类别，你再再去算，那还是一、e、类别啊。所以说，在随 i n g 当中，我们希望什么？我们希望你看。 这个 tree 一和这个 tree 二，一直到 tree n，我们希望它们是有这样一个差异的吧？别让它们预测出来的值都是一样的。那怎么样让它们有这样一个差异呢？最简单的方法，加入一些随机的变化呗，加入一些随机量嘛。每一棵树构造的时候，哎，让它构造的不一样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所以说啊，在随机森林当中啊。 森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更重要的点在哪啊？更重要的地点就在于怎么样去随机，随机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要保证每棵树它都是跟其他的再有一个差异化的，不能让树都是一样的。 那随机该怎么去做呢？在这里啊，就是我一般情况下把它叫做一个二重的随机性。所谓一个二重随机性啊，这个词我词我自己编的，书本上是没有的。所谓这个随机性啊，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当咱们现在有一个数据，嗯，比如说这个数据。 这数据咱们就一百个吧，一百个什么数据也不管了，反正就一百数据嘛。然后我要构造三个数，比如说现在这块要构造一个数一，这块要构造一个数二，这块要构造一个数三。 在这个构造时候啊，你说我刚才不是说了，哎，一二三的时候啊，它不能就是取相同的数据嘛？取相同的数据会导致最终结果一样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取不同的吧，取不同最简单的方法，随机的选择。那随机选多少啊？随机选一部分嘛。比如说现在我指定的指标是一个百分之六十，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数一会在我这一百个数一百个数据当中有放回的选择，那么六十个。 注意一点啊，就是。 随以森林里边定义了这样一个东西，它定义了一个有放回，有放回啊是让你的随机性啊，它是更明显一些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数一，比如说我随机的选择了其中六十个数据，数二呢也随机选择六十个数据，数三呢也随机选择六十个数据，每棵树啊选择数据的一个量是一样的，但是呢数据的内容是不同的吧？因为呢我们都是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的，你随机百分之六十，你说这个一和这个二它俩完全一样，这个。 几率非常非常低了吧，而且还是个有放回的，所以说啊，现在啊，我的随机里边第一重随机性是什么？ 对于数据的采样，我们认为选择数据的时候，这个采样它是一个随机的过程。一般情况下，这样有这样一个比例嘛？这个比例啊60，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，这个值是比较常见的，也就是零点六到零点八之间，选择一个百分比，在原始数据上进行一个有放回的采样。这就是说，并行构造的时候，每棵树的输入它是不一样的。 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一个数据吧，我数据是有一百个。那我说的一个二重随机性里边，不光啊，我的一个数据要带有这样一个随机性，我的一个特征啊，也要有这样一个事儿吧。我们来看，在这里、这个画小一些吧。比如说现在我有十个特征，也就是说每个数据啊，它都有十列。那你说第一个数和第二个数还有第三个数，我们又能干什么了？又可以进行一个随机的采样吧。 只不过说，这回我们选择什么？这回我选择的是一个特征的随机采样。在这里，原始十个特征，十个特征里边，我这个随机的选择其中六个，第二数再选择六个，第三个数再选择六个，保证了什么？保证了每棵树不光的输入数据是不一样的，最终一点什么？它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吧？ 其实呢，这个随机森林啊，咱们理解起来非常简单的吧？森林就是并行的一堆树，随机呢，在训练过程当中，数据的采样有放回的随机采样，特征呢，随机的进行一个选择，但是呢，要保证一点就是。 你每一棵树啊，它的一个数据量是一样的，特征的量也是一样的。直播说啊里边是什么，那就是完全的一个随机了。那这里啊就给大家说了一下，当我们随机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这样一个二重的随机性，这是我随机森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了。森林呢并行，注意点并行啊。你吹一，咱们来看，就是当我们随机完之后啊，是不是说你吹一这六十个数据，这六个特征拿过来构造它了，吹二、吹三，这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吧？你说一二三之间有影响吗？ 没影响的，所以说，我人们认为啊，他们是并行的，放在一起，然后在最终得出来一个结果就可以了。